拍拍，干嘛？你有没有感觉这里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啊？哇哇，好美丽哦，这个风景！把这个石头给砍吧！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就在这里起家了。可以砍吗？这个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拍拍拍拍拍拍！怎么？你过来看一下，你要怎么办了？我们的小屋子能不能扛住这个雷电呢？应该是可以的。别走，乖乖。停下来，哥哥跟你说，哥哥只是要点皮而已。啊！哥哥不要皮了，哥哥不要。哟吼！欢迎各位回来，小丁丁冒险记。哎 ，Hello， 各位，转个头，我们就在这个沙漠里面了。嘿嘿。哎，守贼，你怎么跟我来这里啊？你什么跟你来这里？你忘记了那时候情景吗？我们睡觉的时候啊，有个陨星掉过下来这里啊，然后全部就变这样了，变沙漠了。哦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的那个跳楼机都没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跳楼机啊，不要再起什么跳楼机了。我告诉你，前面的啊，那个不是很多悬崖，你可以直接从上面跳下来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成为你的跳楼机，知道吗？可以自娱自乐，我就不参与你这个活动了。哇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苦瓜。苦瓜仙人掌啊，苦瓜苦你个妹妹啊，这个明明就是苦瓜，几像啊。哇，这打苦瓜有什么东西啊？哇哇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茅草，还有仙人掌汁。哎，这个是什么、他说从仙人掌果肉中流出来的液体哦，如果我们吃它的话呢，都可以补充身体的水分。这哪里喝水的？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在沙漠啊。啊，对了，各位是这样子的啊，为什么我们这一集会直接来这个焦土的地图呢？是因为啊，我上次这个第二部影片不懂啊，哪首音乐、中了那个版权啊，啊妈的，直接把我整个影片给封锁了。然后呢，我刚好看到这个焦土竟然更新了新的版本的地图哦，就是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整个画质非常的牛啊？那干脆呢，我们反正前面也没有做到什么事情，就直接跟 Pepe 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焦土的地图啦。那这个地图呢，对于我们来说啊，是非常的陌生，因为我自己玩方舟那么久，我也没有体验过焦土这个地图啊。我有听你们说过，就非常的蓝嘛。那我们干脆就直接在这里生存看看啊！我相信，就我们也是一样可以生存下去，是吧 ，Pepe？ 拍拍，干嘛？你有没有感觉这里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啊？哇哇，好美丽哦，这个风景！哇哇，我们身上好像还中了什么状态哦？这什么状态啊？这我不懂，我不懂啊！我感觉要找个地方躲一下，来这里躲一下，来这里躲一下。哦，这里可以，直接挡住了，厉害吧？你看那边打雷啊！哦，雷吗？有吗？哪里有？有啊！哎，这里打雷啊！打雷龙魔啊！打雷龙魔！这个打雷呀、啊！我靠！我们先补充一下水分嘛，吃一下那个仙人掌汁吧。幸好刚刚有把那个苦瓜打下来。那个不是苦瓜，那个是仙人掌。我跟你说几次啊？你自己不觉得那个很像苦瓜吗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巨型大根变异苦瓜。哇，感觉好苦啊！我要吃一下。啊，来来来，吃一下。我们等一下打爆了这个东西都没地方躲了。哎呦，哎，我可以躲在里面呢。你看我躲在里面。你躲在哪里啊？他可以帮你打吗？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我试一下。有用啊！有个屁用啊！赶紧走啊！过来石头后面啊！可以了，赶紧收东西，我们要收点吃的。可以。我感觉在这个地图里面哦，看你特别的困难，你知道吧？这样好啊，考验你的眼力啊。你站在哪里我都看不见哦。看到了，不用再躲了，赶紧就来啊。我觉得我们要去一些比较高空有水分的地方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哪一只啊？这叫什么东西啊？那字好小哦，根本看不到它叫什么东西啊！帮我停住它，它叫什么？什么虫啊？哎呀，不要走了，扑街！喂，不要怕它，它可以收它汽油啊，它身上有汽油的，你看哇，好多只哦。这只应该就是驼峰兽吧？哇，它看到你好像很生气一样哦，20级哦，这是驼峰兽。它明明是看到你哦，妈的，这样丑啊，这个人类。你才丑啊你全家都丑。哇，爽了喂，我们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地方啊，兄弟。这是水吗？这不是水，是尿哎，前面那个尿泉是吧？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神经病啊。我觉得在沙漠里面，然后有水源的地方应该就是无敌了。对，我们就在这里起屋子吧。那我们先去砍点木吧。来吧，这边有很多大树。走，快点！我们今天用最少的时间起个家在这边了，不然观众等一下说你什么嗨都没有做到。哇，我们。
明明我的跳楼机那么，哎呦，哎哎，什么？这什么鬼？哇，好可爱，这只好可爱哟、哦，可是好凶啊！喂，对哦，为什么打我们啊？为什么啊？你是谁啊？这是跳鼠啊，跳鼠啊！拿点肉，拿点肉，可以。装备也顺便弄一下，然后顺便弄个手一袋。哦 ，nice。搞定，然后水袋，来吧来吧，我们一样分工合作，弄一点那个茅草地基出来啊。你弄墙壁，我弄地基吧。哎，沙可以弄粘土，粘土有什么用呢？来丢你啊！丢你个头啊！我记得粘土的建筑物好像在这里蛮有用的，可以抗热还是什么的吧？对啦，就是丢你啊，丢你你就抗热了、啊。丢你啊嘛！我弄了个地基出来啊，这么快？这里啊，你看哦，可以骑在水里啊，可以哦，这个位置完美哦，又安全，是不是？这里弄个跳楼机也可以，跳个鬼啊，把这个石头给砍爆！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就在这里起家了，可以砍吗？这个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我应该先建一个储物箱出来啊，我们没有储物箱的话，真的哦很难放东西哦。我弄两个，我们就放在这里吧，那么把东西全部放在储物箱里面吧。哇，这个这石头，哇。他直接直接缩小哦！哎、啊，他储物箱为什么不给我放在这里啊？啊，不可以吗？为什么储物箱不能放上面啊？哎，可是我这个可以放啊，我放得了啊！啊啊啊！没有了，是因为部落的问题了，哈哈！哎呀，傻逼！过来过来过来，先给我进你的部落，进我部落，进我部落，进我部落！Nice nice nice， 那我们分工合作吧，分工合作吧。我你过来看一下，你要怎么了？我刚刚准备要去砍那个石头，怎么知道那个石头变成了一个巨人啊？哇，好帅哦！我丢石头！帅不帅？他追你就追你，他丢那个石头丢到我，我死掉了！我靠！那个岩石巨人呢？我报仇啊！他妈的！前面，你过去敲一下，看一下哪一个我起来就是哪一个了。OK， 哪一个？你敲一下石头。不是这个。这个不是的，下一个。我他妈来了！喂呀！那，你打归打，你不要走来我这边，你走来我这边干嘛啊你？有事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！快点救我啊！烂个鬼！哎呦，你把它弄在我们家旁边，我们怎么去起屋、哦？把它诱惑出来！这个吗？这块，对，赶紧给你放！我来！不是跑过来，我这里！砸他！赶紧，把它诱惑上来上面！喂、这里上不去的喂！对，砸！丢！哎呦，丢送！丢你个头！丢！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岩石巨人只追我不追你呢？哎，我太小智了，看不到我，哈哈！哎，可以了，拉开距离就可以了。要记住它变成哪一块石头啊？以后我们再去找它吧。那、啊、它好像停了。OK。就在那颗。开剑，赶紧！我们这个是绝叫位置啊！哇，在这里剑肯定不会乐死先，是不是？快点把这些杂物全部敲掉，我们就在这边起吧。感觉我们这里真的是无敌啊，这个位置太舒服了。这个位置应该不会跑恐龙进来吧？可是这里有一只恐龙进来了。哪里啊？你呀，你就是恐龙啊！你呀！你呀，你恐龙啊，不是我、啊。You fucking! OK！哇，这时候直接消失了，飞去哪里了？塞进你的屁股洞，塞你的头啊！赶紧过来把我，把这些所有的石头全部给我敲掉，什么塞进你的屁股？来，张开你的屁股。你再来，我等一下就扩大你的屁股。我告诉你，干嘛？你要用这个石头扩大我的屁股？不是，我要弄这个牙签呢、啊，这只用这只牙签扩大。哇，这个小心，我用那个岩石巨人塞进你的屁股。那我不是可以变成岩石巨人吗？你变岩浆巨人吧你！你赶紧不要再给我说废话了，他妈的！赶紧给我起源！
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哇，这个大小啊，哇、哦，完美。我们可以弄高高的，然后搭一个路去陆地啊。哎，这个坑我们是留来干嘛啊？留来小便喝水吗？啊，对，留来给你小便的，顺便给你喝的。哇，好方便哦。还可以在那边游泳哦，当游泳池哦，这样。可以啊。哇，我喜欢哦，这个坑。这一个就可以拿来喝水的，然后旁边这个用来大便的。这一个是用来喝水，这一个是用来大便的，是吧？对。那尿尿呢？尿尿，尿尿跟大便同一个是吧？啊，尿尿跟大便同一个。哦，好，太好了。然后水是在这里，你搭完过后直接喝水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想打死你，怎么办？好了，我们的家啦已经建得七七八八了，各位，非常棒啊，这次急速啊，把一个家给完成了，留一个洞吧，留一个洞吧，留这个位置吧，哪一个哪一个，留这个吗？嗯，留个门框吧。OK OK。Fuck， 这一包，这是我们的战斗场，我们的决一死战啊！对不起，我没有武器，我没有那个武器，对不起。啊，决一死战啊！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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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决一死战！我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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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喝水喝水喝水，先练完再喝，先练完再喝。快点！我们的小屋子能不能扛住这个雷电呢？应该是可以的。那你弄屋顶吧，我去收集点兽皮啊。等一下给你弄个床啊。OK OK。哇！哎，你弄了天花板了没有？你不弄这么久，我都去收集完了。有啊，我弄了两个。谢谢你，我叫你弄多一点，把二楼给封了。你弄两个，造孽。OK， 两个睡袋。哇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哎，我怎么突然变这么热的？这什么？怎么办？这怎么玩？那水呢？水也是热的吗？滚水呀！哇哇哇，烫了，烫了。你干嘛？把所有衣服都脱了？你干嘛？你是不是觉得所有衣服都脱了，你就可以解了？对啊，好像没用啊。可是，哇，焦土的天气是不是变化多端的嘛？睡袋我放我们喝水旁边吧，我怕你等一下晚上尿床啊。所以说哦，我会放在这里比较方便 哦。没有啊，如果你睡觉哦，你会梦游的话哦，就突然一翻就翻进这个水里面，可以喝水啊。哦，这可以清醒一下是吧？对啊，我现在想冒险一下，我要出去采一下黑色浆果。黑色浆果很多啊，你要吗？啊，你很多吗？有啊，我给你啊，那。给了，我操 ！OK， 谢谢你啊，赶紧给我剑了，我不想跟你说话了。现在，如果我死了，就为我起个墓碑吧。哦，可以，我就起在那个岩石巨人那边，直接在那上面刻字吧，不如。哦，也可以啊，敬爱的老杨，刻在他的头上。OK OK， 把这个黑色浆果前面放进去，骷髅放进去，我们的麻醉药又可以弄出来了。弓箭我给你弄多一把吧。好，谢谢。家里面好暗哦，我感觉。我们摆个火把吧，摆个火把在这边烧一烧。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有个火把啦，但开的时候会有点热，所以我先不开了。哎哎哎，你建好了没有啊？我要睡着了喂。建好了，你记得看啊，多好看啊！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哇，这是我们二楼有个大平台是吗？对，然后这里还可以钓鱼啊，还可以看恐龙啊什么的。哦，可以哦，哇，这个看过去风景也很漂亮哦。然后楼上啊，楼上啊。啊，然后我们再上来一楼呢，这是我制作的我们的标志。这个是什么标志啊？我感觉像哦，像那个 Minecraft 那只僵尸啊，你知道吧？举着手那个。僵尸啊，哦，可以可以。然后后面这两个是什么玩意啊？这两个僵尸咕咕叫是吧？啊，对啊，你这个僵尸咕咕叫啊、哦、啊，然后这个僵尸的屁股啊，两粒啊。哦，僵尸屁股，但是伸在外面的是吧？对啊，变异僵尸啊。哇，好棒哦！哇、哦，我太喜欢了这个屋子。喜欢呢、欸，啊，你要相信我。我现在起点麻醉剑了、啊，奖励你啊！等一下，我们先去驯服一只驼峰兽吧，这一集。你奖励我还是奖励我吃麻醉药啊？不是奖励你吃麻醉药，我奖励你麻醉剑。哦。我等一下直接给你麻醉剑。天哪！哎呦，我像这么坏的人吗？有点了。嗯，压死嘞！是食物了，是食物了。我们今天的口号是什么？我们的口号是剑跳楼机。剑你个屁啊！赶紧啊！旁边就有一只好东西给驯服了，把它拆家了。你干嘛？还拆家？把麻醉掉，把麻醉掉！赶紧赶紧，就这只，就这只。呜呜呜！哇，他神经病哎！哇，神经病啊！救命啊！打他打他！那是打，那是打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把他驯服下来。二十级的驼峰兽这么难打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他跑了他跑了，他又回来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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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追他我追他，
晕倒了吗？晕倒吗？晕倒了，晕倒了，晕倒了。可以可以，这只驼峰兽就是我们的了。哎哎，为什么可以在驼峰兽身上喝水呢？它身上有水，我靠！可以把它身上的水喝掉。哎，驼峰兽是吃果实还是吃肉的呢？应该是吃果实的吧？它应该是吃这个吧？你又给它什么东西啊？又肯定又是石头啊！哎呀，傻逼啊！把你的时间给没收了。哦，哎呀，没收！它吃果实的，它吃果实的。OK OK OK OK， 等一下我们就有一只驼峰兽了，我们再搞一只吧。走走走走走，这是多少级啊？这是多少级啊？多少级啊？我看不到哦，你看到吗？五级。哦，这是单位数，这垃圾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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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五级的，不要五级的，我们等一下要一只高级一点的。哎，那边有一只，那边有一只啊，五十级，五十级，就它了，就它了。来，先找个好位置，先找个好位置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。我感觉我们站在上面应该可以了吧？你确定？我确定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动啊，动啊，动啊！他会跑过来吗？啊，哎，好、啊。Hello， 好、啊、，Hello， Hello， 追打、啊、兄弟，冲啊，干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新进入室内，并在沙盆包裹住自己，快点啊！哦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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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那我们的驼峰兽怎么办？完了，叫他来，叫他来，叫他来，开个门，开个门，直接开门进来，开门进来，这位置给开进去啊 ！Go go go go， 进不去啊，他就跑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先把它卡在这里吧，先把它卡在这里吧，我们可以扩大我们的尿房啊！啊，它的尾巴可以不要一直顶我吧？这也太小了。我们要弄一个给我们恐龙住的地方啊。OK OK OK OK。哎，停下来了，停雨了吗？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看一下吧，驼峰兽的鞍要多少级可以学呢？哎，十一级就可以学了。然后呢，它需要30个木头、140个兽皮跟80个纤维。好了，可以。那我们要出发去狩猎了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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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我们看一下哦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可以抓吗？跳鼠可以抓，但是我们要把它抓住很难哦。把它再射晕看一下，一人一箭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哇，来 ，OK OK OK。来来来，一二三，射它。OK OK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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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好快、啊、哇垃圾了，哇45级的跳鼠，跳鼠吃什么的？应该是吃果实的吧，肉也放起来吧，应该是吃个吃你个头，没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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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很快啊很快啊，跳鼠可以来干嘛？好像可以弄在身上哦，小跳鼠起来了，哎别过来，哎哦哎鸡巴，哎你看跳鼠可以起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、哦、好可爱哦，对哦，那给你啊，给我干嘛？你可以把它捡起来，我觉得它比你还大只。哇哇，它比你还大只哦！今天上去冒险一下，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啊，顺便把那个鞍给弄出来啊。可以可以。那今天我们就做了很多东西哦。哇，这只干嘛？这驼峰兽是不是可以把它的皮给拆下来？你没试过啊，这个。OK OK， 赶紧赶紧，快走快走！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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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哎哎，别走别走，乖乖停下来！哥哥跟你说，哥哥只是要点皮而已。是、哦、不要皮了，哥哥不要皮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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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哦你打他，对你能呢，哦你还在打他爸爸，来，哦呦呦呦，我坏了我坏了，我的毛坏了，我的毛坏了，你的毛坏啊，我哦呦，我的石膏也坏了，还好驼峰兽煮的慢，来帮我射，把他妈给射下来， OK OK， 快点，这驼峰兽可以拉，可以拉，可以拉距离，可以拉距离，没问题的。哇你看我跟他兜圈圈走啊，哎他宝宝为什么把我 卡住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他跑了他跑了他跑了，他妈要走了他妈要走了，可以 nice， 这是在15级啊，难怪这么容易晕了、啊、没事没事，15级也好，那把这个驼峰兽也驯服下来， OK， 我在讲为什么可以这么少恐龙呢，有没有搞错啊，那这样子我们只能打甲龙了，把甲龙身上的兽皮给打下来吧，来吧兄弟，还干，我们找个好位置，找个好位置。他们好像兜了路，没事，他们兜上来，我们就兜下去。他跑得慢慢，快点，快快，要死要死！这么弱的吗？这么硬的吗？哇、，nice nice nice， 来来来，砍砍砍砍砍。砍小心啊，它尾巴好厉害！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，我的头，我的头痛呢，我的头爆掉了！哎呦哎呦，我的头也要爆了，我的头也要爆！我这不止头要爆，我没见的，我没见的，要爆了！啊，救命！救命！啊啊！救命！哎哎哎！快点，叫爸爸！叫爸爸！叫爸爸！我救你！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赶紧！爸爸！爸爸！救命啊！爸爸！不要死啊！爸爸！我在射啊！
啊，他来追我了！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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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！叫爸爸也没用啊，我们要见了，他会死吧？应该，我也会死，我也会死了，不要，金牌 ，fuck you！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爸爸帮你丢他。这个八十级啊，八十级啊，八十级，他身上兽皮一定很多。没事，我来跟他战斗着，我会帮你报仇了。不能啊！不行啊！我不行，我刚测试的，我不行。兄弟，没事的，我已经回来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投胎中啊。等我帮你报仇吧，我感觉我能把他杀死啊，因为他快没血了。快点干他，帮我报仇啊！可以可以，我帮着你，我帮着你啊！哎呀，我的剑坏了，完了，没事，我还有矛。不行。我一定要为你报仇！哎呀，我的那个毛也没了！呜呼！哎呦，被打了！我现在被他打得有点迷糊啊！不，他又跑了！他顶着我！哇，这个很好！啊！我终于把他杀死了！牛逼啊！我帮你报仇了！快点捡完全部东西！哇，他身上的肉跟他身上的兽皮！呜呼！哎 ，Hello， 你回来了。哎，哇靠！哇，你打一战那个头发都没掉了哦。来来来，快点过来这里，晒晒那个月光啊，那个头发会长快一点的、啊。哇，好漂亮哦，晚上什么嗨都看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超好看。哇，那边还有极光哦。哇，你们看到那边是极光吗？应该不是，应该是你头上的绿光。啊，我们来弄安娜、啊，来弄安娜、啊。哇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一人选一只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？我选绿的了，我选绿的吗？那我要这只绿的吧，这绿的挺荧光的，看着比较好找。32级啊，可以哦。OK， 呜呼，我可以起来了。Hello。但是为什么我看不见你人呢？你人骑在哪里呢？哦，你人骑在前面的。在前面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前面的。喂，可以哦，逃风咒这个。哇，你试一下，拿它来踩那个果实，好夸张哦。我有没有？我在线跑！跑啥？啊！巨人！自己看啊，跑啊！跑啊！啊！我在刚驯服你，为什么把这个巨人引过来？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小丁丁冒险记呢，就到这里啦。哎呀，第一次玩焦土啊，非常非常难啊，我感觉这个地图真的非常非常难。哇，各种天气变化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实况组都没有去录这个焦土了。这一集我们的 Pet 贡献了很多啊，他终于不是以前那个他了。哇，你还要丢我几百？没有啊，我要奖励一下你。哦，我也奖励我啊，奖励你！好了，各位，那这一集的小丁丁冒险记呢就到这里了。哎，等我奖励他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喂，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个系列的话呢，我多。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记给我们点赞、留言一下啊，支持小丁丁这个系列啊。OK， 好了，我要去打架了，拜拜，各位，拜拜。哎，还失败。哦，我 ，fuck you。各位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妈，你最好给我拖上去，我告诉你，我会拖着老杨去我们的尿池。Será que bailo con abandono? Siempre parezco un loco en las stories de Instagram. Así nací y así gozo mi vida. No te digo mentiras, siempre quiero pariciar. Sé muy bien que la vida no es fácil. Trabajo como todos los demás. Y después que se acabe la jornada, a bailar y cantar hasta el final.